子哦，急急忙忙的到了台北县立医院来挂急诊，发现他罹患的是学名叫做萨克斯风阴茎，也就所谓的命根子骨折了。原因呢，竟然是他服用了威尔刚导致的阴茎骨折，相当的罕见。这个55岁的男子哦，最近因为迷上了威尔刚，日前在房事之前哦服用之后，跟妻子进行亲密的行为，但是因为这个海绵体不断的充血，失去了弹性，结果在激烈的动作之后，只听到了他啪一声，痛的是哇哇大叫，险一点就昏倒了。在经过了开刀之后，这个男子已经没有大碍，但是呢，现在对房事是心有余悸了。